对，有上回跟你怎么回事来的？你上回干啥来的？我上回跟妹子来的。哦，这村是吗？是这村吗？你妹妹？她不是这村的。哦，哪村的你？她是咱们村的。俩院子。有。从老大呀，俩院。有点暑假之前我就应该是。嗯。说之前洗的清，十多天又清洗一回，那是我嘞。那是有烟，那是肯定有问题，那么长时间。嗯。得洗好了以后，时间不能接着冲，有那个一年了。嗯，这会搁两年。这多啊。嗯。跟那个十二的弟子有关系吗？现在是这二岁不往外找。嗯。我从小我这儿子里头是。找人不抠一抠空间。别人也有时候养，就拿棉签蹭吃点儿的。